欢迎收看侃侃养生，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女人有乳腺增生，少碰凉种食物，多喝易水，避免乳房走下坡路。少吃腌制食物，腌制的食物中含有大量盐分，有乳腺增生的女性如果经常吃，很容易刺激乳腺，加重病情，对乳腺增生的恢复不利。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，这类食物啊，不仅对肠胃健康不利，经常吃容易呢导致内分泌紊乱，加重增生，所以也要少吃才行。不过有乳腺增生的女性啊，可以常喝一种水，就是拿陈皮泡水喝。陈皮有疏肝理气、通络散结的作用，女性朋友经常喝，能够帮助身体排毒，改善乳腺增生，帮助呢呵护乳腺的健康。得啦，就唠到这儿吧，大家还有什么想知道？